所以他就是老啊，他不签。 这个的准确诊断才是我们的临床诊断，去做手术。八十七岁的老人来说，他背上和心脏都有可能他有问题，那么我们要通过检查一看，能够承受那个手术，可能再考虑手术。他可能要植皮，那时候临时建议你可以到上京院去哈。考虑到梁秀珍的。 哎，一蒙的蒙的嘛。